我没有。帅，这种车有那种很 man 的那种感觉。不过如果拿回以前那个款的话，哇，那个更粗犷。开了是吧？有人来啊？有8个人，13个人。OK，Hello，、okay, 星期三晚上好，欢迎又来到我的直播。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一台我们以打类 import 的方式帮顾客从日本那里以1,000 price 的价格买回来的这一台 Land Rover Defender。我觉得开了那个车灯开会比较好看。 太帅了！每一次有这种车一来到的时候，我比顾客更兴奋，因为看到这种车的时候啊，就是没有那么闷了，是吗？之前看来看去都是那种 Alpha、Velfire 哦。来，进来的朋友，星期三晚上好 ，OK。 我们可以开始了嘛？线上有多少位朋友？45位。45位朋友，谢谢你们，请帮帮忙，把现在我的这个直播这个 live share 出去 ，share 在你们自己的 Facebook 也好，哦 ，share 去那种群组也好 ，OK。那么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欣赏这一台 Land Rover Defender， 它是110，哦，它有一个版本是90是2个门的，110是4个门的。 OK， 这一台车非常的漂亮，我等下再慢慢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一台车，咩，怎么样说啊？啊，有咩料？咩来头？OK， 来 ，OK， 我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我曾经也有介绍过一台110 ，OK， 这个110的 Defender。 OK， 那台车我记得是在2021年的时间吧，而且那一台车是比较低配的，是英国版的。那么这一台就是日本版本。OK， 之前那一台我介绍的就是应该是 D240， OK， 240匹马力而已那台车，而且它的配置也没有这一台车那么高。OK， 这一台的配置比较高，哦，你们大家可能不知道，单单这一个。 Land Rover 在日本，哦，2022年都有10多个款给你们去做选择，哦，它有 Base Model， 它有90，它有那种110，它有柴油版，它有汽油版，而且它有那种什么 Special Edition 的版本也有，好像这一台就是 X Dynamic 的，它还有分 SE 的版本或者是分 HSE 的版本，基本上有10多个，还有一个款就是可以去到500。 那个引擎是500多匹马力的，吼、哦，那个是 V8、V8 的引擎来的 ，OK。哎呦，不小心开到后尾那个，我不小心开到后尾那个。 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哈 ，OK， 我在我纸这里，在我手上这张纸里，这里基本上我可以告诉你们，只是2022年这一台车，大家看到的这台车是属于2022年版本的一台 Defender 110 ，OK， 你要记得110它是属于4个门，90它是2个门而已 ，OK， 那么在这里。 我只是算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只是单单在日本那里，都已经是有19个版本的 Defender， 给你们大家去做选择哦。如果是要买这种 Defender 的话，真的太多那种版本了。OK， 基本上有那种90 Base Grade，Base Grade 就是哦，可是我发现一样东西。 它的引擎一般上都是300匹马力的 ，OK， 无论是柴油或者是它的那个电油、汽油版本，它都是300匹马力。OK， 除了另外一个版本的话，那个就是比较特别，因为那一台是 V8 的版本，所以就500多匹马力。OK， 可是扭力就有分别啦哦，好像比如说如果是那种 Petrol 的版本，这台是柴油来的。如果是 Petrol 的版本，虽然它是 P300 300匹马力，可是它的扭力就没有那么高，只有400个扭力而已，牛顿米的 torque。可是这一台它是柴油版本，它是300匹马力，就是 D stand for Diesel， 300匹马力。可是它的扭力一共有650个牛顿米的 torque， 所以是非常强劲、非常好力的一台 4-wheel drive。OK。那么还有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OK， 都是那10几个款哦，只是那个版本都已经有19个版本。那么今天我们就，focus 在这个 X Dynamic 这里 ，OK。那么大家所看到的这一款车，基本上它是110 OK X Dynamic 的版本。X Dynamic 的版本就是它比较sporty， OK。就好像那种 M Sport 那样哦，宝马的 M Sport 哦，又或者是那种奔驰的那种 AMG 那样哦 ，OK， 就比较好看，它的 Sport Rim 啊，它的轮圈都来得比较漂亮哦，比较运动型 ，OK。那么这一台车它是Diesel来的 ，OK， 它是Diesel的版本。我给大家知道这一台车是属于一台什么样的车，什么 condition 的车。它是2022年，我记得我们跟顾客在日本买这台车的时候，我们有找这种车，你知道吗？它 SE 的版本哦，如果是新车的话，是卖这920多万日元新车 ，OK， 新车920多万。那么还有一个 HSE， 这个是 SE 嘛？如果是110 X Dynamic HSE 的版本，那个就会更贵，那个要1200多万。OK， 我是说乐园啦吼 ，OK， 那么这一台车我们到底买了多少钱？而且这一台车，我们不是在 Auction House 那里买的，我们是以直接 One Price 的价格，跟在日本那里的一家车行直接就买下来 ，OK， 那么这台车它是属于一台5分车，而且它里面的内装是属于 A 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公里数才跑了2800多个公里而已 ，OK。昨天这台车到的时候，刚好在那个罗里上面，然后我们下面的车移了下来之后，我就在看，哎，那个车的底盘基本上是完美，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了，它不是拿去那种 off road 啊，就是跑山路啊或者出用的那种哦，而且也不是在那种下雪的地方，所以它的底盘根本就没有那种生锈啊那种情况出现 ，OK， 那么这一台车我本身其实以前啊，刚刚出这一台 Defender 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想，哎呀 ，Defender 已经是跟以前的那个模样不一样了，完全，哎，为什么那个 Defender 一路以来哦，就是70多年的时间，哦，一路到现在。它都是同样一个款，可是最近这一个新款出来之后，哦，我记得那时候在我之前的影片我有跟大家说过的，就是在2021年，就是这个 Land Rover Defender 它出了这一款车之后哦，它就是一个很突破 ，OK， 而且很多人也说，哎，现在的 Defender 已经不像以前的 Defender 了，就是以前的 Defender 就好像 G Class 那种。就是要保持它原汁原味的那个版本、那一个款、那一个设计。可是现在的已经是面目全非了。那时候坦白说，我都有那种想法，我就觉得，哎呀，现在的 Defender 为什么会出到这个样子？之后现在在路上那里看得多了之后，就觉得，哎，其实这一个 Defender 的新款的设计也有它独特的一面。OK， 就是你会觉得，哎，现在就是我们不能够再活在以前了，哦，以前是以前的那个年代，现在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个 Land Rover 它真的非常的大胆，非常非常的勇敢去做这一个这个尝试，直接改了那个款，无论你接受得到不接受都好，它就是这个样子。新款的 Defender， 如果你要买的话，就这个样子，你没有的再去，走回以前那样那个设计了。所以以前的 Defender 的款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价钱哦，它是挺高的，可以卖到，因为很有收藏的价值嘛。OK， 如果你去到那种金马路那种地方，你看很多那种哦摘菜的那种，都是用以前那种 Defender。OK， 所以没办法，过去已经是过去了哈，我们要向前看。OK， 所以就算你现在要买旧款的，就叫我在英国那里帮你买，或者在日本那里帮你买旧款的，对不起，已经是买不到了哦，因为马来西亚现在只能够进。5年以内的车，超过5年的车就已经是不能够买了。就好像说，现在如果我们要买的车，最旧的车的年份也要2018年，2018年已经是找不到了旧款的那种 Defender。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收到很多那种顾客说啊，要买那种旧款的，但是全世界也在买。OK， 那么这一款车给大家看一看的，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哈、哦，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好看，而且它虽然就没有以前那种设计那么四方，反而它那种设计就好像有一点圆。OK， 反正你看那个它的大灯这里哈、哦，就是这样子圆一个半圆圈那样。你觉不觉得他的样子，他的眼睛好像有那种 angry bird 的，有那种 angry bird 的那种眼睛有吗？有一点点像，像什么？就是像一个卡通或者像一个动物，像什么？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那个猫头鹰，那个眼睛像嘛？你看，别人睡不醒的猫头鹰，有一点猫头鹰的眼睛是吗？哦，有一种猫头鹰的眼睛。OK， 来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很明显，从这一个前中间的中网这里，下面这个 bumper 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X Dynamic 哦，就是很明显告诉你这个是 X Dynamic。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版本的话，哦，它就没有那么好看，那个 bumper 这里它就比较普通，而且它的这个轮毂也比较好看，比较漂亮。OK， 那么 Defender 怎样，它都是属于一台越野的四驱 C 规车和 C 规车，所以基本上虽然它是改了一个新的造型，可是它依然还是给你感觉到，它还是一台可以穿山越野的一台 4-wheel drive。OK， 来我给你们看一看后面这里哦，其实我觉得这个 Defender， 应该是说 Land Rover 非常非常容易去分辨的，就是你一看它的这个 emblem， 你已经是知道这一台车它是属于几多匹马力的。比如说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得到，它这里有写 D300 就是Diesel引擎300匹马力。OK， 好像之前我2021年的时候在 Facebook 里面有做过一个视频，那一台是 D， 也是 Diesel 来的 D， 可是那台是240， 240匹马力，那一台的配置就比较低。 OK， 这一台就比较高。 OK， 还有的就是如果是 P 的话，它就是告诉你它是 Petrol， 这一台是 D， 就是 Diesel， 就是那么的简单。 OK， 刚才有跟大家说了，这一台车是有高达650个 Nm 的 torque。 OK， 所以650个 Nm 的 torque 基本上是非常 supercar 的 torque 了，好像 supercar 那种 torque 了。OK， 你看这种车卖掉了这一台车它也是属于一台越野车，可是它是属于日本里面的那种越野车。OK， 那么这一台车的价钱，我们卖掉了这台车也卖60多万。 OK， 60多万，2022年。那么隔壁这台 Land Rover Defender 的话，它也是2022年。 OK， 那台车跑了30多个公里，这一台跑了2800多个公里。这一台车到顾客的手，打类 import 的方式，到顾客的手58万多， 580多钱 ，OK， 只是它的税单单要还那个税务都已经是要给18万180千 ，OK， 只是单单它的税要还给政府都已经要付180千 ，OK， 来。 那么我不知道你们会觉得，哎，60多万左右哦，好像这种Land Cruiser ZX 哦，如果你要找低色的版本的话哦，基本上不到60万可以买得到了，50多万尾那里也可以找得到。OK， 大致上跟这个也是大同小异咯，它的价钱哦，是看你喜欢Land Cruiser多一点，或者是喜欢这个 Defender 多一点。OK， 来给大家看一看里面。 它里面你看它的设计哈，就是非常的越野咯，就是 four wheel drive， 无论是那种Suzuki Jimny 也好啊，或者是那种 Jeep Wrangler 也好哈，你看它里面呢、啊、都是会有这种好像螺丝这种的设计在那个门板这里 ，OK， 而且它这一台车它有那个2个凸吞颜色，你看下去的时候会觉得诶。 很突出啊，就是你看得到哇，它有2个 color contrast， 你就可以看得到哇，它真的是很好看。OK， 那么好看，但是好开吗？好加吗？我可以说，因为这种它是属于越野的 four wheel drive， 所以它的 driving feeling 它就不像 SUV 那么舒服。坦白说，因为它始终都是给你去跑那种越野的哈。 所以我之前有开过一台D240 ，OK， 这一台刚刚到了，我就还没有开过了 ，OK， 因为顾客卖掉了，我已经卖了给顾客的，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开上开下了 ，OK。来，再给大家看的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它一共是跑了2888个公里而已，这一台车就是2022年的车。 一共跑了，它的公里数是2888个公里，所以是非常非常低，基本上就好像那种 demo car 或者是 showroom car 那样哦。所以当我们找到这台车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卖率，然后我们再叫我们日本的团队啊，再打电话去问啊，再去 check 它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啊，就知道这台车是肯定可以买下来了哦。OK， 而且这一台车它是。 皮的，我记得之前我在 Facebook 做过那个影片，它不是皮的。你看这一台车它是皮的。之前我介绍的那个是英国版本，那一台车就好像麻布那样的，你坐下去的感觉就不是皮，而且这个是皮。OK， 还有来我就启动这一台车的引擎，我发觉一样东西哈。 就是这个 Land Rover 的 Diesel， 它的柴油引擎做得非常棒。因为为什么？我昨天这台车从楼里下来的时候，我团队的成员都开始问了，这台车是 Petrol 或者是 Diesel？ 然后我说是 Diesel 来的，然后他们说，嘿，为什么那个 Diesel 的声音，引擎声音那么近？真的，你看现在我已经是。 启动了那个引擎哦，如果你是说宝马啊，宝马也是可以做到，那么近的引擎了哦。OK， 宝马的底色，然后还有的就是，如果是奔驰的话，你会听到哇哒哒哒哒哒哒，很吵。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它的底色引擎非常好，非常棒，真的做得非常不错。如果你有机会来的话哦，如果这台车还在的话，我们可以start给你听一听，它的引擎真的非常的近，你不觉得？ 感觉不到你在开这一台柴油车 ，OK。那么还有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我在我的 YouTube 里面做过的那个介绍过那个 D240 的英国版本，它的这一个monitor这个屏幕是比较小一点的，那么这一个屏幕就比较大，这个屏幕就比较大，而且还有它是有这个。 玻璃顶非常好看。之前2021年我介绍过那一台就没有这个玻璃顶 ，OK， 所以这一台它除了是玻璃顶，它也是可以开的哦。它是可以整个玻璃顶给打开，非常帅气是吧？非常帅气的一台 4-wheel drive。OK， 那么还有的就是基本上这种车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到的都是他们的设计全部那种操控。以前我记得我有开过，就是我有试过开那一台 Evoque， 那时候在2012年、13年那段时间，哦 ，Evoque 刚刚出来的时候，哇，我觉得非常好看，非常漂亮。但是我进去里面看的时候，它里面的 button 那种键钮是多到非常的复杂，我觉得哇，为什么那种 button 哦那么多？你觉得非常的复杂 ？OK， 那么现在你看，现在这种就非常的简单了，它就好像一个 iPad 那样哦，所有的操控就是在这里去给你操控 ，OK， 因为这个是时代一直在改变嘛，哦，所以现在这种东西做的操控，电车这样子哦，好像电车那种哦，你的椅子、带你的冷气哈、哦，或者你要 camera 那种东西，你看它的 camera 非常的轻，看到吗？它的 camera 非常的轻哦，它的360，一分钱一分货咯，这种东西。OK， 那么还有就是你的那个车的那个 dimension 啊，它也可以给你看得到你这台车哦。基本上它是 5.2 个米的高度 ，OK， 它的宽度有 2.11 个米，它的宽度 OK。那么还有的就是这台车基本上你是可以做它的那个调整的，比如说我整台车我要按，它是可以从普通的 high。它会升上来，升到很高。比如说，当你要去到那种越野啊、跑越野的路的时候，哦，你可以把整台车升高。OK， 比如说你要过那种水路啊，啊，你要在 highway 的那里要跑的话，你就可以整台车。我觉得你们是看不到了，我要开前去一点点给你们看，从后尾那里你们才看得到。来，我开后尾这里给你们看，从这个后面这个后尾门这里开了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得到，它这里有个 button 哦，有个 button 可以给你把那个 suspension 调高调低的。OK， 比如说现在你走去后尾，你们看一下会不会哦？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升高整台车，我按这个键钮，它就会升起来了，看到吗？比如说你们在那种越野路啊，或者是走去那种巴路里面哦，有水的哦，就可以给你过水。OK， 比如说开这种车，你要去 camping 啊、露营啊，露营的话，你就可以把这台车按到滴滴，按下来，然后你就好像我现在这个桌子那样，这个 position。坐在这里 ，OK， 然后这里有一个hook，给你打包coffee bean的时候叼住coffee bean，这里有个hook，哦，给你打包coffee bean，然后你就可以跟你的女朋友，啊，两个坐在两隔壁，啊，一路喝coffee bean，一路看星星，哇，多浪漫啊！哇，这里也是有了哈。这个位置刚刚好，一对情侣哦，坐在两隔壁，然后这里挂住一杯咖啡冰，咖啡冰啊呵呵 ，OK， 还有的就是这台车它是属于 seven seat 的，就是它注册是7个座椅的，而且我很喜欢它7个座椅哦，你第3排后尾那个座椅，它也是有这个冷气给你调整，看到吗？在这里，比如说现在你的这个椅子。推了上来之后，你也可以在这里去调你的那个冷气，所以这里它就有冷气可以吹得到，你就直接拉上来，OK， 它就是属于一台 seven seater 的车咯。可是第3排这里，我觉得小孩子还可以啦，哦，你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是。大人的话，如果很高的话，就有点窄，有点麻烦哦。要跑长途的话 ，outstation 的话，就觉得有一点。 OK， Sam Call 问老板好，问下 RX 明年几月可以买进来 ？RX 明年几月啊？明年的应该是4月过后咯，因为你看啊，新款的啊，这个是 NX 啊，这个是新款的 NX，RX 基本上它如果旧款的话，2022年我们还可以找得到4月、5、6、7月，因为今天我才刚刚才看来那种2022年的 RX。 基本上出到7月而已 ，OK， 然后7月过后，年底过后，啊，就等那个新款。可是新款要等到2023年的年头才有那个新款的 RX。我记得去年就是今年的年头，去年的年底我在日本的时候，我也在等着那个 RX， 可是没有看到车，看不到车。当我今年的年头3月的时候，我过去日本的时候。 我们的伙伴，日本的伙伴那里有一台，我有拿过那台车，跟大家做分享过。所以那台车基本上要等到2024年3月过后，你才可以找得到了哈、哦，新款的 RX。所以目前现在可以进的就是这种 NX 咯。OK， 这种车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觉得，因为很少。 机会可以看得到这种车在我们这里出现，可能你们觉得我们就是只是做那种，日本车啊，多大 Alpha 啊 ，Wildfire 啊，其实其他的车我们也开始陆陆续续的有进很多了哈。OK，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会问我，到底进英国的版本好还是日本的版本好？有没有？肯定会有人在想，哎，这台车如果是这款车如果要进的话，找日本好或者找英国好？ 英国的话就比较多那种spec 给你去找，因为你看那种低配的那种哈 D240 啊，或者是，因为在日本这种车它是整台进口到去日本的，所以它的那种配置很 standard 的。可是，在英国的话，他们买车，比如说我在英国，我现在走去那个showroom，我要买 Land Rover 的话，这款车我可以做很多那种哦，这个东西我不要，这个东西要，所以很多的版本出来 ，OK。而且无可否认，如果你是说要找一台2022年的车，2000多个公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如果你要在英国那里找到一台2000多个公里的2022年的 Defender，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OK。 那么，而且现在英国的，因为它的那个 currency rate，OK， 已经是起到了5.8、5.9左右，所以现在要买英国车也会比较贵咯。而且英国他们买这种车，他们基本上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国产车 ，OK， 在英国那里的国产车对他们来说，哦，这种车就是买回来用而已 ，OK。反而我本身呢是比较喜欢日本的车，因为日本他们买车。 可能买回来，他们就，收在车房那里，多过在路上那里跑，哦 ，OK， 所以它的mileage，它的公里数可以找到非常非常的低 ，OK， 还有就是啊，英国很多时候他们买了之后是做 leasing 嘛，就是说我跟这家店买了之后，就是帮人说我买了之后，我们等一个我先付你好像一个贷款那样，可是它是。 当租车咯，我租你3年，给你住3年之后，我这台车退回给你，我就好像一个 guarantee buyback 哦，退回给你那样，然后他又再出一个新款的哦，所以在英国基本上他们好几年，他开几年就换车，开几年就换车那样了哦。OK， 那么要看啊，其实是看你要找什么。OK， 好像之前我跟一个朋友进一台维拉。 那台维拉我是找英国的，因为日本的维拉的配置就没有那么高 ，OK， 所以到最后我是跟那个朋友进了一台，是去年的时候进的那一台维拉是英国的版本。好了，这台车我们先放这 ，OK。OK， 那么已经是跟大家说了，它的价格大概都是要在580多万啊，580多万，吓死人，58万左右。OK， 就是马币58万左右。OK， 我给大家看看这台车我们买的时候，啊，是一个 one price 的价钱啊 ，sorry，OK， 哎，不是这个。 啊，他买的时候基本上啊，他的车的那个状况在日本是怎么样？我们也会去看啊，就是自家店哦，老不老实 ？OK， 五分车内装 A， 然后它的公里数才跑了2869个公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2888个公里。 哦 ，OK，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它这里有写一个 A1， 可是我找不到了，那个 A1 在哪里？哦，这里有一个 A1 一点点，哦，一个 A1 一点点，好像一个点那样的，嗯，应该是这里了。OK， 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OK， 那么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那天上一个 live 我有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有一台 FK8， 这一台 FK8 现在是现货，因为之前我的那个朋友原本他说啊车到了之后你给我知道这台车我过来看，因为我答应了他哦，车到了之后给你看，如果你不要的话我才公开把它卖出去。 OK， 这一台车是2019年的车，它的公里数是跑了69000多个公里。OK， 那么为什么我那个朋友不喜欢这台车呢？因为买这种 FK8 的人哦，他很有要求的。他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个这个尾翼，这个尾翼啊，你看啊。 它的这个尾翼，哎呀，它的这个尾翼，它是真的好像一个 screw 锁进去的，因为他说如果有钻洞的话，我就不要哦；如果没有钻洞的话，我跟你拿掉去了这里 OK， 那么他说他不喜欢这一个尾翼啦，哦，基本上如果是粘下去的话，他是可以接受。其实那时候我在想，这种尾翼应该是很少会粘下去了，通常是锁上去哦。结果他来看了，他说啊，他接受不到。我现在跟他找这一台。 OK， 那么这台车我们要卖235,000。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对这种 FK8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过来这里看。OK， 然后还有的就是我等下一个 live， 因为我们有一台 NX250 出来了。OK， 出车来在港口那里。那么这一台车是 NX350 来的，顾客也已经是看了这台车，基本上非常的满意。OK， 我们也很开心。 证明我们跟顾客买到那种车，哈，真的是美的车来的，哈。我们一起跟日本的团队去做筛选，慢慢找出来了，哈。所以找到出来之后，顾客看了之后，他也觉得嗯，非常的满意，我们也非常的开心。OK， 希望这台车它还没有 deliver， 还没有交车给车主的时候，那一台 NX250， 啊，我就可以把那台 NX250 跟这台 NX350 放在一起，给大家看一看。 做一个分享，给你们知道 NX250 跟 NX350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哦，如果可以的话，我再找到一台旧款的 NX 哦，再给你们看。哦，旧一款这个是上一代的 NX 哦，给你们看一看。OK， 有人问问题吗？没有，全部只是看而已。OK， 今天的 live 好像有一点近哦，没有那么多人哦。哦，因为那种190多个，那种车不够吸引，因为这种车可能不够吸引吧。 今晚是假期咩？哦，明天是假期，8月31号，所以很多去 Happy Hour 去 Happy 了。哦，也是 OK， 也是有理由。OK， 那么如果是没有什么的话，今天的 live 我们就到此为止咯。如果你是说你有些车要找的，或者现在你对一些车感兴趣的，你想知道哦，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import？ 跟你买回来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里面有Darren的电话号码哦，你跟他说你要找什么，我们就尽量跟你找哦。Ray Yang price please 是问这什么车呢？哪一台车的 price？ 你想说的是哪一台车的 price？ 明天我们也要跟顾客去买在 Auction House 明年有 SS Tokyo 嘛，星期四，哦，有几台车要买，这一台车要30多万，哦，36万、35万多也有，看什么配置，看什么年份的车，还有它的 mileage 跑了多少几多分的。如果你问这一台的话，这一台车基本上你要57、8万你就可以找得到了，哦，这个 X Dynamic 的版本110。OK SE 的版本啊，如果 HSE 的话会更贵。Land Rover 价钱 ，Rover 58万，这一台车到谷歌的手是58万 ，OK 580多钱哦嘛，比2022年的车来的 ，OK 一年车、跑了2880多个公里而已。这台提问，老板下个月买车有惊喜吗？下个月买车啊，要跟我的背后的老板谈一谈，看一下他可以给什么 support 给惊喜你们哦。我在想着给这惊喜你们的哈 ，OK， 哦，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惊喜可以给你们哦 ，OK。有军哥问，因为下个月我们有很多车出来，我们陆陆续续啊，现在啊，我看了，我要多一个星期或者多2个星期，我又要下去新山那里了，因为那里又有一堆车要出来了。哦，如果新山的朋友啊，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车的，之前哦，你有打给我的，你说你还没有找到车的，你要看了车你才可以做决定的啊，那种你赶快，哦，你现在 message 我，你打给我，因为下个星期我们 JB 的 showroom 那里有一堆车要出来 ，OK， 那么还有 KL 这里啊，还有陆陆续续那些车啊，那种 Supra 也进驻来了，还有什么车进驻来啊？还有，哎呀，我也忘记了了，还有总之是很多啊，那种 RX 啊也是要来住了哦。有经过问 NX250 和350 price different？ NX250 的税应该是还9万多左右。OK， 我明天要买一台 NX， 那一台车车价我们预算了500多万了哈，500多万哈，就是车价大概是160多千左右，只是单单车价了，然后再加文件费，然后再加那个。马来西亚的 tax 基本上大概是9万多，看看啊，我的 ，OK， 我算到530万啦 ，OK， 530万左右乘0.0325啦，哦，暂时啦，这样文件费再加9万2啦，我算它，然后再加一个6%，基本上。30万出一点点，300多千你可以找得到 NX250 了 ，OK，NX250 300多千 ，OK。如果你问我这个 NX250， OK， 跟那个新现在目前旧款的 RX 来比的话，它不会输哦，它的款，因为今天我们这台车才放在那个 RX 放在两隔壁，哇，我看到这台车真的是不会输，真的好像。外形的话，应该是好像比 RX 更漂亮。当然，如果你是说它的那个尺寸、它的那个舒服感里面的空间哦，就肯定是 RX 会比较大咯。但是这一台刚刚好，我反而会嫌之前的那一台太小台了。OK， 还有什么问题 ？GX 千问后面那台 LC300， 后面那台 LC300 卖掉了，那一台是2022年的车，才跑了30多个公里。那么这一台车我们是卖掉了63万多，630多千卖掉了。之前我们又有一台黑色的，2台都是电油版，2台都卖掉了了哈。如果现在你要找这种车的话，现在 Auction House 价钱反而跌下来了哦。要慢慢去找了哈，慢慢去找，看一下你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的接受能力有多强，那个 mileage 你可以接受得到几多，可能接近60万啊都可以找得到了哦。最近我也看到很多在 auction house 都会出现这种车 ，OK。还有什么事情？还有什么东西要问我的？来。Simon Fong Johor Showroom Way。Johor Showroom 是在 JB 的这个 Lakin 那里 ，OK。如果你要 location 的话，你可以 PM 我们，或者你在我们的留言区那里，我们把那个 location 直接发给你 ，OK。下个星期会有一堆车出着来哦，到时候我也会下去看一看哦。到时候我们再约 appointment， 再 set appointment 见个面哦。你要找什么车？有些顾客在找那种Alphard啊，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哈，哦，机会来了，哦，机会来了 ，OK，OK， 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今天的。西藏有一个问题，来， 250 compare 350什么分别它的 spec？ 250它是 NA 引擎，它是没有涡轮增压的。如果是350的话，它是 turbo 的引擎， 2.4， OK， 2400cc， 2.4 公升。如果是 NX250 的话是 2.5 公升，是没有 turbo。OK， 看你追求什么咯，30万左右其实，豪华那种那么重的车都是用 2.5 没有 turbo 嘛，对不对？如果你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啦，如果你是说你要那种很好力的哦，30多万咯，你再加多一点点哦，哦，你再加多一点点哦，这种车应该现在我看。 要不要讲？基本上这种车也开始多了啦，哈，在 Auction House， 可以找得到，比较便宜一点的也可以找得到了。哦，如果你是说你不要那种天窗啊，配置减少一点啊，或者你的那个里数公里数可以找到啊，要求啊高一点点的啊，可以找得到30多万找得到了，35、6万、37、8万，37、8万也贵了啦。之前那台我们是卖到36万多。 OK， 这一台应该也是差不多那个价格，哦，应该是35万左右啦，350千你可以找得到你蛮不错的配置，哦 ，OK， 如果你接受得到R车，应该没有R车了那么快，应该找不到没有R车了 ，OK， 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了哈，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 live 就到此为止哈。 记得，如果在找这车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现在在外面的车行啊找不到你们想要的，或者还没有遇到你们心目中的那一种，可以就是令到你很满足的那种车的话，哈，你尽量可以call我们，给我们知道，我们尽量跟你找出你们想要的，要求的那种车咯，哦 ，OK， 那么今天的 live 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一个 live 再见 ，OK， 拜拜，晚安，晚安，拜拜。